欢迎光临。哎，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我不是来喝茶的，我想见你们老板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问问你们这儿招不招歌手啊？我想到这儿来唱歌，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？要是成功的话，我给你20块钱。那倒没关系。你里面请，谢谢。花生，啊，你走的那么早。把我的好运气全都给带走，现在我和你一样了，也成穷光蛋了。活该！你才活该呢！50块钱你就敢进赌场，还想赢钱？做梦吧你！不是你把我拉进去，我会去那种地方吗？哎，熬吧，熬到下个月发薪，我还得去。哎，阿红姑娘，还行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哦，嗨，我都给忘了。那，这是给你的20块。不用，我不要。哎呀，拿着吧，谢谢。我走了啊，再见。这靓女是我的啊。拿来吧。什么拿来？刚才阿红给你的钱呀。那是他给我的，我为什么要给你？找不自在是吧？你是不是找不自在呀？哎，干什么？又找什么事啊？进去，听见没有？嗯。越来越不像样子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梁宝。啊，阿红的姑娘真不错，挺受客人欢迎的。哎，对了，华盛啊，你在门口帮我引了不少客人进去啊，你是有福之人呐。谢谢梁宝夸奖。哎。那黎师傅呢？回来没有？他刚回来，从后门进去的。